怎么修啊？这个乱，我也不知道。这里应该要放石头吧？不放石头，这么堆平了，哪里有用呢？这里堆放一些石头，那上面堆成那个泥土嘛，一个斜坡上来，只能这样了。要不然还能怎么修啊？那板塔该做堆土。那板不熊都能卖吗？今天杀鸡是吧？杀鸡，快来！中午也来吃哈。杀鸡挺脆。今天也靠你来。要宰。哦，你鹅子回来了。哎呀，不然的话就舍不得杀是吧？还是儿子回来了，心疼儿子。去修楼。哦，家人呢？大家看，这里啊，头都过不了，咱们就要把这些柴砍掉去。哎呀嘞，没戴个帽子，没戴个帽子。不要帽子。这个树好大。你哥哥呢？我哥跑到前面去了。把这个树要砍掉去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树吧？这是茶籽油树，但是长在这里啊就没用了。这茶叶树是不是？这个真的茶叶树。没田。小妹将来砍掉。可以拿回去当柴烧这些。刘阿姨，刘阿姨，还等一下直接讲国家招吗？上次提一点，我哥跑错了地方。看这个好大，拿这个刀啊很难砍，我现在去把那个电锯扛过来，分分钟将它干掉，还是要有好工具才能做出好效率。给他我把你个地摆起的话呢，让他快点，做好了都臭了。
小心刺哎。那大的就不用砍了，嗯、大的不要砍它。再找个弯，那个直条砍回来。来，还巨猛啊！嗯，拉到那个角落去，小心一刺哎！啊，那边基本上修好了，那个山上那里，然后就从那里那个坡的那里那个那坡那里全开始那里挖，因为那里太窄了，全部挖修一下，把这全部修一下。修好了以后啊，过那个车子啊，三轮车啊，这个田呀，山上的东西啊，都可以运下来。加油！全是金鸡，你看，暴翅。一条羊，你再多吗？你行吧，挺难的。小心。把那柴火装到那车子上拖回家，今天路也修了，柴火也弄到一车了。路有时的还要挖整个很多这边了。啊，路有老二有时的这样车子不能修。哪一车老车子啊，别说多么一早修的好像不好不容易啊。不是不多好不好不得。哎呀。昨天才把第二批发出去，昨天才把第二批发出去啊！
方。你说你妈，你跑的时候，你还在录音。干嘛在录音？我和这个的家人还有说的是，还在写字。来着。把鸡这个嘞。你看有哎，我这倒是。不是老李，不是我叫老李，我李不是他什么马大，我叫老嫂子叫别老的老王妹了。不知道，我到底要不可能没事的。啊？我到底不可能没事。我估计嫂子叫那个不是老王妹的呗。现在又不得不是什么，先不喊，先管不住就给你点点。还你咋的？我叫你忙。现在就是。现在不天闲了不讲，天闲闹挺好，天天还是压一些。必须得是的。哎，我们这边我倒挂的嘛，真的。哎，他洗的哪个也怪。尤其是隔几个人怪他，他不会那个讲。哪有这？这用你都不接。不是他嫂子讲，这个是小王们讲的，是吧？嗯。我讲这是没看到别的，别的强过。重要的，好了，还怎么搞？这样就好了，这个牢牢就行。哎呀，啊！回家吃饭了，今天修的这个路修了一段，下午还接着干，回家吃饭。我们工具就放在这里，下午还接着干。你怎么拿的？正信乡村。你不要乱来耶！晓得哟。我们这个没有。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，家人们，拜拜。你看我们这村里面的鸡。